丈母娘你女儿真漂亮，你长得也特别的慈祥，你还有颗菩萨的心肠，你看彩礼能不能商量。虽然我现在没车没房，但是我会努力出去闯。亲爱的丈母娘，你能否帮帮忙，能不能给多带点嫁妆，嫁妆里带上别墅洋房，最好再带上豪车一辆，然后你看岳父能不能提前下岗，我好接替他的董事长。